现在蛮大的。那要不要我关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是那种第一次约会就会带女生回家的人。抱歉，抱歉。怎么了吗？是没事。你不喜欢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觉得你刚刚讲那句话很像一个连续杀人犯会讲的话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。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。我呢，就是那种会跟每一个刚认识的男人回家的女人。我不吃霸王餐。嗯，没有人会勉强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我不会啊，怎么会？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乌漆麻黑的地方站着呢。安静，把门打开。欢迎回家 ，Ben。Ben， 你今天晚上的约会还开心吗？你怎么没告诉我还有其他女人在 ？Angel， 放点音乐。好的，好香啊！当你听见小女孩对你的指令唯命是从的时候，是不是会让你觉得更有男子气概？声音是原厂设定的。你眼前的这个女孩可是会好好听主人命令的哦。看你有没有好好对待他。我知道你带我回来不是只为了让我看楚楚秀。我不是那种男人。每个男人都这样说自己。哦。你的字界说你喜欢吃拉面。对啊，应该大家都喜欢吧。这次绝对是你吃过最棒的拉面。这么有把握？秘密配方。迷奸药配方。是秘密。哦，果然是。那是我在东京的时候跟一个拉面师傅学的。会不会我喝完隔天醒来发现我身上衣服都不见了，而且还没玩到？多年时间在改良这个配方，最精髓的部分就是这几根大骨。我以为我能尝到的是你裤子里的那一根。
干嘛啦？你怎么那么难聊天？不然我问 Angel 啊。Angel， 你知道这锅汤都加了什么料吗？很抱歉，请您重复。Angel， 你有尝过 Ben 的那一根吗？很抱歉，请您重复。Angel， Ben 是用人骨来熬汤吗？很抱歉，请您重复。Angel， Ben 是不是连环杀人魔？楼下有点乱，吓我一跳！该不会是有还没有处理完的尸体在楼下吧？你这样用约炮 app， 然后再请一顿便宜的晚餐，就可以换到很多大锅材料了。说中了。我比较希望你值得我请的这顿晚餐钱。我当然值得啊。所以你对拉面是真的蛮有研究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请您重复。我说，我恨透了那些死男人。Angel， 跟我聊聊 Ben 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跟他今天晚上会有什么进展？不会就这样一直聊拉面吧 ？Angel， 你真的很鸡巴哎。他。快逃！你在说什么吗？等一下，他就会来杀你了，就像他对其他那些女孩子一样。Angel 你在搞笑。4月22日晚上11:30。你的字界说你喜欢吃拉面。嗯。我喜欢。那你觉得这不好笑？5月13日早上12:12。你的字界说你喜欢吃拉面。嗯，还蛮喜欢吃的。Angel， 那些女孩最后都怎么了吗？Angel， 我要隔热的手套。Angel， 帮我买砂锅。Angel， 我要再买一个大一点的锅子。Angel， 我要买卫生纸。Angel， 再帮我订垃圾袋。Angel， 帮我买橡胶手套。Angel， 我需要再买漂白水。Angel， 这些是居家用品，大家都会买的。过往的网络搜寻记录显示，如何分解骨头？这是在研究他那锅汤啊。如何去除血迹？
如何在第一次跟女生约会就留下好印象。什么东西？十句最好用的撩妹金句，如何让女人信任你？脑袋只想着约炮的女性的五大特征，如何发现对关系随便的女孩？根据网络搜寻记录显示，其有精神病人格，有着虐待狂倾向以及滥竽断肢。叫警察！很抱歉，警方无法在此刻及时赶到。依据之前的经验，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逃离。我建议你采取自我防卫行动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得保护我自己。如果他敢靠近我，看我不马上杀了这死变态！都还好吗？很好啊 ，Angel 超健谈。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既然对我这么好奇，我也要跟你分享我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安静，把灯打开。煮了死变态，我在楼下都看到了，令九，你再放肆刚刚那些音档。4月22日晚上11:30，你确定？你的自介说你喜欢吃拉面，我喜欢。怎么了？把你杀了！今天早上1:44，我恨透这些死男人！看我不马上杀了这死变态！干！给人家起来！干！安静！叫警察！很抱歉，警方无法在此刻及时赶到，只有不到30秒的时间可以逃离。目前建议您采取自我防卫行动。疯婆子这个晚上行为超怪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Angel， 快点！Thank you.